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 Oldman， 今天继续我们的像素设计啊。那在这个主线战役的开始之前啊，先跟各位稍微聊一下。上一次的那一部试玩影片呢，我发觉有很多的好像老手都纷纷涌入了这个我的留言处哦。那有的鼓励的，有的建议的啊，个人都觉得非常的不错。不过呢，唯独呢，某一些文章，我觉得哦，某一些文啊，我并没有要去骂你们，也没有要去针对你们，我只是希望我可以导正你们的观念，好不好？今天呢，这家公司它哦有这款游戏。那是因为他用钱买了下来，不管他到最后是用什么手段买了这款游戏啊，或者是前公司跟现在这公司怎么纠纷，这款游戏终究还是他们的，他们有权去更改游戏里的内容，尽管是好是坏，尽管严不严格，尽管改的会不会让人家哭爹喊娘，这个东西就是他们的东西。你没有什么，你没有办法去跟他做抗衡。你可以抗议啊，但是呢，你们抗议的方式不能是使用外挂啊，因为使用外挂本身就是错的东西。你们用这种东西去抵制，你知道害到的并不是他们呢，害到的是我们这些新用户呢。你有没有搞对地方？你们这样是搞错重点了吧？我当然啦，让你们很难继续玩下去。当然，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嘛，对不对？我相信你们也会觉得，相信啊，我自己也会觉得不服嘛。为什么游戏改成这个样子？但是呢，你们使用外挂，说什么要去推翻这家公司？重点，你们推翻得了吗？再来，你们做这件事情是害到我们这些新来的人的感觉是什么？你懂吗？不要这边把这些你们自己想爽的这个部分推脱在这个公司经营很烂的事情上面，好不好？我觉得这是理由啊，你们想爽就说嘛，不要在那边五四三说啊，这家公司烂得要死哦，所以说我们才开外挂抵制，然后自己在那边改金钱，哇、哦，好爽，改钻石，哦，他妈超爽哦，然后在那边自爽有没有啊？这样子害到谁？害到我啊、哦！我搞不好现在连那个竞技场我都不敢打了，因为我怕我进去的时候都被外挂杀死了。好，虽然这应该是低端场啦，不过呢，我觉得我就是不太想去玩竞技场，我宁愿玩单人，懂我意思吗？啊，如果你们听得懂的话呢，啊，就听得懂，听不懂就算了。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啊，这家公司经营的烂不烂，好不好，不足以让你们成为开外挂的借口，也不该合理化，就这么的简单。好，讲完那么多废话了，我们直接开始游戏吧。好，听不懂就算了，啊，听不懂代表你们还年轻，啊，等你们老了之后。等你们老了之后、哦、或者是你们成年了，你们再回来看老头的影片，就知道老头在讲什么了，好不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玩我们的战役。哦、你看像这个竞技场啦、啊，我就不敢进去打啊、哦。如果这是多人的话，我还怕遇到外挂、欸，啊，就被一直被杀，有什么好玩的，对不对？好不好？不管了，我们就一样打个中等，然后我们怎么上一期打到桥是不是？好，我们现在来玩一下监狱好了。好，我们今天应该可以打到学校，就是这个区域直接把它打完，来吧。别啊，这座桥已经被摧毁了。哦，我的天，他们已经崩塌了。哦，全部都出来了，好像在哄小孩，然后就在那边讲一个有声漫画这样子。哎呀呀呀呀呀，掉下去了这样。灯泡？为什么会有灯泡？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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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扑通吧，他直接翻译成灯泡啊，这个机翻超强的。哦，游泳游泳哦，做到了，嗯，好，四格漫画，哎呦，我们拿到这什么鬼？什么声音？哦，咱们的野猪的声音。嗨，你好，为什么开枪会延迟 ？What happening？ 嗨，你好。哦，这个有点硬哦。我们可以先发制人嘛，先发制人 ，nice。哦，敌人越来越多了，Oh my god！ 哦，后面也来呀、啊，吃饱啦 ，none。哎，我还没有设定那个飞行包包的按钮，算了。晚点再设定好了。
哦，这边有一个金币来着的，什么啊？双头僵尸，基因突变的双头僵尸。这个篮球场我可以进去吗？哦，从这边进去，我要捡子弹。看那个篮球正方形的也太好笑了吧！是要丢什么东西？你要嘛你也是做个圆形啊？那这个是方块世界，全部都做成方方正正的，笑死人了，也太好笑了吧！哎呦呀，我觉得我的声音开有点大声，哎，错姐，吓我一跳，吓到毛都弹起来了。毛都弹起来了 ，Let's go， 爽，哎、欸，为什么不能动了？哎、哦，被猪挡住了，走开你这只猪 ！What the hell？ 什么声音？什么声音？哇 ，sexy hot girl， 怎么有个妹子啊？哦，在这里啊、哦，洗内。这边就是监狱嘛，对不对？哇，铠甲爽！这边就一看就知道是牢房了。啊，我现在才知道这里是牢房。我反应也太迟钝了吧？哦，我的野猪救了我！哇，击败头目！哇塞哇塞，这什么鬼啊？我的猪要死了！我受伤了哦，死吧 ！None 啊，获得了新枪，这个是武林机枪，我要获得武林机枪了，感觉不错。可恶，我受伤了。哎、欸，我没受伤啊，算了，过了就是过了。好，我们来到了这里了，我又来晚了，又有人死了，高度机密。真的吗？52区是真实的。他说在哪里啊？没看清楚。哎，我曾经在这个公园游玩过，希望他安全。我们现在去救谁啊？啊，算了，不管了。剧情啊，我也不知道他剧情在演什么。反正就是一个人在不断的逃亡就是了。我靠，这边也太暗了吧！这边也太暗了吧？是吗？尸体，那尸体用的有点像是那个豆皮，有没有？肚子好饿啊、哦！突然想吃宵夜了，现在是啊，现在老头录影的时间点是晚上啊。哦，什么声音？不要那么给我营造恐怖气氛哦！我们把萤幕打爆，我跟你讲，没有啦，萤幕爆掉我就完蛋了。啊，不要乱营造恐怖气氛哦，这个是 Happy Game 哦。哇塞 ，Slender Man 都出来了，这根本就是故意要做个 Slender Man 嘛。还可以接受。哎呦，别要我，别要我，没事没事没事。我的小猪很强的，我的小猪很强的，我的小猪很强的。Oh my god！ 这什么东西？啊、那是弹孔。没事没事。Slender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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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 Slender Man， 来一个恐怖的转角遇到艾斯吧。我就知道你想要故意营造这种吓人的气氛，可惜你错了啊！不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因为呢，我天不怕地不怕，能。哎呦哎呦哎，哎呦哎哎呦哎，哎呦哎呦哎呦，没事没事，一切都在我掌控之中，庄田。这个装填有够慢的，哎、欸，这边有台车子，我还没来过。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幸会。还要他几只？他七只要杀啊？好哦，七只是吧？来呀、啊，嫩，全部都去死吧！这边呢？什么东西？没有。哎、欸、呀，那个是烤箱，是不是？烤肉。欸、我在上面不会受伤哎、欸，好想吃啊！那什么？这又什么？这个又是什么怪物来着啦？又是什么怪物来着啦？啊，没有其他怪物了，剩三只。我是不是走太快了，把他们遗留在那边去了、
还有他的箭头会标记跟你说啊，还有哪边的僵尸没杀死，哪边的怪物没杀死，哦啊，不然的话，嗯，挺麻烦的。这边 ，Hello， 你好吗 ？Hello， 你好吗？这边吗？屁啊，这里是没路啊。哦，这边这边，越来越接近了，越来越接近了。我又绕一圈回来了，跟八七一样。还有一只在哪里？看见看见，最后一只 ，boss 来了！哇哇，死给 ！Oh my god， 会瞬移！大哥别，大哥别！我靠，这只有点猛，这只有点猛！哦，心惊胆跳，心惊胆跳！啊，您去哪了？顺到我后面哦，厉害哦！哦，因为制造恐怖气氛，靠呗 ！Oh my god， 输了 ，Yeah， 哇，这个没有三颗星呢，随便啦，哈哈，没有三颗星就算了。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打到哪里了？森林啊，我们现在去52区，再去学校，哦，差不多可以结束哎。我会尽力忘记这恐怖的晚上啊，终于结束这恐怖的晚上了，终于我们到了52区。有人吗？你在讲废话吗？僵尸都已经这样子了，你还问我有没有人？你是不是根本是暴露你的行踪？第一个被僵尸咬死啊！霸气！哎呀，我们到了52区了，那做的还挺精致的嘛，对不对？哎呦，上不去！哎呦，52区都这样沦陷了，或许我们就可以找到为什么僵尸会这样子出现的原因，一定是52区这边爆发了什么瘟。爆发什么灾难之类的，不用想也知道，好不好？绝对是这样子的啦。很多那种剧情不是都这样子吗？啊，52区神秘研究所爆发了瘟疫，啊，一场瘟疫，啊，一场病毒，啊，造成了不可啊外星人呐、啊，造成外星人，原来有外星人呐、啊，哇塞，原来是外星人入侵啊！哇塞，原来是外星人入侵啊！这个是子弹可以捡吗？他把外星人咬死了。我们的野猪好强哦，动物哎、欸，咱们动物可以。我的妈的妈的！你这个野猪挡到我了，野猪，你不要挡住我，我会生气，好不好？哥真的会生气，没有在跟你开玩笑的。咬他，哎、欸，听话啊！你就这时候最帅了。他在干嘛？哇！拿子弹想射我，然后被挡住呢，笑死！我快没子弹了。哎、欸，这个霰弹枪真强啊，好强哦！哦，一次这样子群体攻击，根本爽翻啦、啊！没有弹药了，捡。哇，只有两发，省着用吧。我们来拿我们的50大机枪，这边吗？这边，我是不是走回来啦、啊？听没有？还想射我啊？还想射我？头目出现了，谁？我觉得我要在这边等他走过来，他们应该会自己走过来吧？来哦，感觉要快来了哦。我走这里好了，这里我好像没来过的样子哎、欸。然后就在我们的后面了吗？哈哈，哇，我哎、欸，金币，我顺便来找一下钻石，一定在这附近。哎呦，外星人研究，原来是进行外星人研究，然后呢，你猜怎么了？哦，外星人研究，然后这些外星人要回来救他的同伴，啊。我猜的没错吧？他的同胞被抓了，哦，叫巴拉啦，还在那边唧唧歪歪，吓到吃手手。哇，这有点母汤，我的野猪挂了。Oh my gosh！ 两发要你去，我的三人枪超强的、欸，近距离两发都死了。可恶！可是我还是受伤了。GG 四米达，
好，我们现在要到学校去了。吱妞吱妞，别开枪！哎，为什么外星飞船里面有人类？我知道入口在哪里，只有你可以阻止这件事情。这里是尽头。好，他把我带到这边来了。为什么只有我可以阻止这些事情？每次那边剧情都把这样演啊，只有你办得到了，交给你了啊！你又知道他办得到办不到啊？啊，剧情都这样子啊，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哎呦，我们有外星枪来试看威力好了。那我们来这里干嘛？什么声音？哇塞，哇塞，哇塞！我靠，莫名其妙被咬啊！这什么鸟伤害啊？哎，这个是，这个是沉默之秋，是不是？沉默之秋，哎，连这个也做，超好笑的，抄袭沉默之秋的地图，沉默之秋地图，呵呵，我们要杀那么多人哦，嗨，你好，我靠。这边也太广阔了吧，广阔的天地。喂，这个枪真的很强欸，好烂哦，这把反而烂死了。来，吃个手榴弹，我是不是很强啊？顺便杀一下对面的好了，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这比较快一点，死吧！啊，我这边怎么下去？我会捡那个子弹。哎，如果从这边跳下去，我会不会死掉啊？我蛮好奇的，我会不会挂掉啊？还是不要做这种傻事好了，好不好？这个不作死就不会死啊，是吧？哦呦，这又是什么敌人？哇，会死！会飞的叶，会飞的书，会飞的叶，会飞的纸。哇，什么科学东西都有。哇，这是什么？无脸人，感觉像学校之类的。去死吧！哪里鬼？哦，被我野猪打死，我野猪超强，剩下两位了。哎，厕所我还没来过哎，让我看一下厕所。Oh my gosh！ 厕所有没有钻石？没有，没有钻石。哎，我们走出来了，好难得哦。哎，找到钱了。Oh my god！ 他在这里，他在这里。哎，野猪不要去打他，我们还有东西要拿。我要把他弄死了，太棒了！直接来个头目战。还没找到钻石，头目战就先出来了。他从哪里来？我已经准备好手榴弹了哦。这什么东西啊？这也太好笑了吧！先炸一波再说。啊，他怎么过来咬我？重点，走这里吗？哎呦，这么勤劳哦！啊，我被射到了。你好勤劳哦，哥哥，我快死了，哥哥。吃药补血。你没有吃过散弹枪的威力吗？近距离要你死哦 ！Good good， 我要居然没死，你是第一次吃我两发散弹枪没死的人啊！该死了吧，人！结束了，好，我们杀完还要前往入口就对了。好哦，入口怎么走？大概是这个位置吧。好，结束了，完美 ，perfect。Oh yeah！ 噔噔，好，过完了之后呢，没有下一个章节了。过完之后，我们可以去方块世界玩一下了。方块世界有什么？村庄、沙漠什么之类的。哦，交叉的世界。哦，我们下一集就来玩方块世界吧。其实这个剧情模式进展还挺快的啊，还真的蛮快的。好吧，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哦。个人是觉得还蛮消遣的，乐在其中，好不好？那至于这个游戏的连线呢，要不要跟大家一起玩呢？我就一个保留态度哦，因为我觉得
不想遇到外挂扫兴啊，啊，懂我意思吧？啊，那么今天就先到这边结束啦。如果喜欢影片呢，记得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个小块小帮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啊，像素设计再见面了，拜拜。